需要保护吗？我在听。一切小心。先生，女士，你们都好啊。你有什么事吗？但愿我们没选错朋友。 看过的事情会把你吓到壳都掉了，记得带更精彩的故事回来。嗯，你信的是哪个模样？你好啊，我们会捍卫这个王国。 干嘛？只有这样吧。
坏。你来赞达拉有什么事？迪丘卡赞达拉，听说国王很信任你。靠近一点，不要嘀嘀咕咕。不是所有海洋生物都跟我一样，天生帅气又仪表不凡。我看过的事情会把你吓到壳都掉了。靠近一点，不要嘀嘀咕咕。先生、女士，你们都好啊。靠近一点，不要嘀嘀咕咕。我看过的事情会把你吓到壳都掉了。先生、女士，你们都好啊。我看过的事情会把你吓到壳都掉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赞达拉永垂不朽。神王会苏醒啊，我们的事情还没完呢。国王萨姆帝，你这样是会吵醒死者的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你抢走了受我眷顾的人，放了他。多年来你一直站着他太久了，我不会再让步了。搞清楚分寸，除非你也想躺进墓去。我们全都要面对死亡，帝王也我就大方一点，让你留着这小家伙。反正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他的灵魂放回身体，我要先回我的神庙去了。等拉斯塔哈醒来，叫他来找我。部落的孩子，你有什么事情？身上还残留笔界的那种触感。我的罗雅把我带回生者的世界，这代表还有事情需要我做。在你面前的是神王拉斯塔哈，愿你的敌人都闻风丧胆。赞达拉，帮我把船抢回来，请说明你来这里的原因。然后我们就来收拾那些想要造反的逆贼。
斯塔哈之力是我的了，尝尝失败的滋味吧。祖尔之命结束了，现在是祖尔的时代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就会明白。拉斯塔哈的统治结束了，现在是祖尔的时代。太远了。
要从发疯的国王手中解救我们，你却只知道搞破坏。你是猎人还是猎物？瑞赞赋予你力量。那条蛇，我的罗雅在大吼，祖尔那群异端真是无法无天。卓拉尼，我的刀刃啊，我们必须守住神庙，走吧。欢迎来到祖达萨。赞达拉永垂不朽，赞达拉屹立不摇。你去吧，传达我的愤怒。我必须赶去罗雅身边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目标。
要保护吗？我誓死保护王室的安全。当国王确实很不错。我离得太远了，他必须遵守承诺，不然就得死。太远了，向我屈服。是猎人还是猎物？瑞赞赋予你力，他会为他的所作所为后悔的。迪丘卡瑞赞，昨晚预告了你的到来，事情的进展全都如他所料。敌人有瑞赞的神力保护，我一定会把这股神力换回来。没有罗雅帮忙，你就没有力量。快杀了他！欢迎来到祖达萨，愿你的敌人都闻风丧胆。来吧，小神王，现在给这些异端分子一点教训。没错，瑞赞会让他们知道对罗雅不敬的下场，看清楚吧。敢违抗伟大的王者，就是这种下场。他可是个狂热的捕猎者。斯塔哈，敌人在侵犯你的疆境，臣属在威胁你的地位，朋友在威胁你的性命。
鲜血的气味传开了。现在该问问自己，你到底是国王还是猎物？是我变软弱了，有很多人警告过我，包括我女儿在内，我却没有听进去。我向你发誓，部落的勇士帮我见证，不拿下祖尔的头颅，我绝不罢休。当国王确实很不错。从高岭部族那里学到的东西还有很多，为了部族，在你面前的是神王拉斯塔哈，瑞赞赋予你力量。过来吧，英雄，你最好抓稳一点。赞达拉的兄弟姐妹们，终于是时候了，我们要把所有向祖尔效忠的叛徒头颅全部都砍下来。冈克，狩猎的罗雅，带你的追随者到先知神庙去，看到敌人就杀光，把敌人全都逼出来吧。万峰罗亚帕库，从空中搜查那些异端分子，找出他们的目的，然后到神庙和我们碰面。瑞赞，我们来打猎吧，为了赞达拉。来见狩猎之王有什么事？你居然选择用这副模样走来走去。
离得太远了。全身重铠还是照死不误。